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功，心病理，七情六淫，七病情，等过完善全国法，医得良心，天地地，阿宏健康万谈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药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定在做药毒、心情未轻松。不顺数的朋友来，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小交换。人讲见一事长一智，先生贤士主人福，无少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的这个参考，更请注意先进动刀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各位亲爱阿宏健康漫谈，阿恁在网友观众，大家逢年快乐，大家好。那么咱这节目是伫阿宏中药电台，每工拜一到拜五下晡时四点开始，甲六点。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，甲咱诸位网友观众做伙来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。那么，咱这个节目是探讨传统的，那么中医药包括中药学、方剂学、基础理论、临床学，也到下阵安尼啊，这个研究啊，也这个公开吼，以及到啊一挂啊，咱这个名医啊、名方，咱有关。有在咱这个节目中，啊来伫个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啊来分享吼。当然包括咱中医伊个这个四经法，吼、哦、望闻问切等等啦吼，甲八功吼，寒热虚实内外表里吼，咱本节目啊拢有伫个甲大家啊来探讨研究。那么，咱今日一工一味药，高到换一招，咱来讲一味中药生姜吼，生姜。啊，其实这个生姜，较早讲生姜，其实是姜母，吼、哦、姜母吼、哦，其实是姜母。也咱即马在讲的这个生姜哦，是迄个生姜啦吼，新的这个姜生姜，但是这不是这老姜吼。所以较早
都唔知安怎，即古早咱即个即个前辈吼，啊，都讲即个青姜，就是讲姜母个咧吼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在咱中药来讲吼，中药学啊吼，有分做泡姜、干姜，啊，加个算安尼青姜，即三种。因为青姜吼，无摕来咧做药啊。姜母，吼、哦，就是咱即马咧讲姜母老姜啦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干姜，就是大姜，啊，搁一种是泡姜，吼、哦，这三种姜，这三种泡，制法无同，吼、哦，也即个效果嘛无同，吼、哦，治病嘛无同，吼、哦，那么咱今日一工一味药，那么。高到换一招，来，咱就讲这味青姜姜母。那么姜母在临床当中，伊吼对这个姜母，唔是干那讲有温中散寒、降逆止恶吐伊的这个作用，而且吼伊有通经化络、祛湿止痛伊的这个功效。那么姜汁，伊的这个效果又阁真紧、真显、真明显，就对了。那么除了有这个风寒、湿热等等这些这个邪气，必作经络。那么肚子甲机体啦、筋骨啦、关节啦、肌肉等等这些这个所在发生到这个痛疼，迄是感觉，或者是讲感觉安尼。淡淡啊，吼，伊也是呐，会酸呐，吼，也是讲麻痹，或者是讲关节，吼，伊也是呐，屈伸不利，就是讲关节吼，要安尼撑，吼，要安尼起落，伊也是呐呢，袂方便，吼，也是讲感觉讲安尼，即个手即个关节呐，吼，也硬僵硬僵呐，伊也是讲有症。哦，也是讲变形、等等这些症状，属着痹症。咱中医底下讲的这个痹症哦，所以在临床上，咱来选用哦，这个姜加膏姜啊，啊，落去做迄个安尼，创安尼，安尼安尼，膏膏就对了。哦，啊来打打这个环波。那么常常安尼先使用，和这个环波。会使讲的时阵，安尼，感觉讲，嗯，安尼真奇妙啦，哦，啊，一挂医生拢看袂好，嗯，啊，你用姜，吼、哦，啊，落去甲控控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掺一丝啊，吼、哦，伊的这个胶，吼、哦，安尼割割，吼、哦，啊来打这个这疼酸疼所在，真奇怪，效果真明显，搁真紧哩。所以为着会使讲，啊，拿这个口安尼来讲啦，铁开始讲破铁为笑就对了，就是本来就是咧啼啼哭哭，吼安尼艰苦噶，对不对？骨头啊酸软啦，哦，甚至的时阵安尼啊，会痛疼啦，压袂悬啦，诶，用这个姜姜母啦，啊，落去甲控控的。重新加，然后落去甲打这个关节，嗯，奇怪。啊，本来吼，这个姜吼会咸啊，这个姜会咸。啊，你若姜吼落去甲，譬如讲哦，冲脚浓度较悬的呐，这个病人嘛，会有麻痹种的这个功效，麻痹的这个功效，吼。那么当然啦、啊，伊的这个做法吼、哦，咱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当然啦、啊，咱这个，所以咱中药有讲一味叫做阿加，但是伊这味唔是阿加，伊这味吼、哦，伊阿加正阿加是爱用过这个芦仔皮吼、哦，啊落去控加，
但是伊这唔是啦，这一般伊的这个牛皮落去烘出来，这个胶就会使啊。掺这个姜汁，吼、哦，啊加什么呀？加的时阵呢，这个花椒油啦，花椒油就是什么？就是咱这个中药有一味叫做花椒川椒，有无？哦，迄味啊落去加。进行油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什么？甲服，甲这个中药、乳香、木药啦、毒蛙、当归，那么麝香哦，阿红当然在家咱都无提供，因为麝香咱台湾这个禁忌啊，在大陆啊，阁是有得用，在大陆啊，阁是有得用，吼、哦。那么当然啦、啊，咱拄只伫咧讲的，伊的这个方法就是讲。这三味，诶，这个油啊，就是花椒啦、姜汁，啊，加这个牛皮加，吼、哦，啊，落去鼎内吼，啊，加火烧，啊，加葱的油啦，然后再个下咱这个乳香木药啦、毒蛙以及个当归，这当归要葱当归粉吼、哦，啊，那么放在这个鼎内面。啊，落去甲拌啊，拌的时阵安尼啊，就起来，等火较温的时阵啊吼，才将着麝香，伊的这个麝香末，吼、哦、啊，落去甲拌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收割就对了吼、哦。那么每工现在是讲过一工，摕一寡适量伊的这个，算讲伊的这个膏吼、哦，啊的时阵安尼啊。啊，加糊的这个帆布，啊，外口用过这个鸭子，就是迄个纱布吼，啊，加包的，吼、哦，纱布加包的。那么当然啦、啊，这个床头，哦，这个药膏啦，就是这个医学中中参西录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姜加膏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姜加膏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算加味的，吼、哦，拄则咱第一讲的，啊，这个乳香木药啦，也是讲的什么毒蛙啦、当归粉这麝香，这拢落尾再搁加。因为那是真真正正，咱拄个第一讲的，吼、哦，这个姜母落去做的这个姜加膏吼，是牛皮加啊，甲姜汁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啦，加这落去，你甲像乳香木药。那止疼偌好用诶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么伊这内面是安尼是呐，反正因为受了寒，啊，这个机体哦，就是肌杂哦，手、脚、身体会痛疼，或者是讲因为受寒，肌肉吼、哦、麻痹的哦，来个骨拢会当治好去哦。那么新鲜的这个姜，吼、哦，心大开通，真姜就无安尼啊，吼、哦，姜母才有安尼，姜母才有安尼，吼、哦，姜母才有真鲜，啊，那青姜哪有啥物鲜，吼、哦，所以这青姜、生姜都是姜母，老姜母也较好，吼、哦。那么不但伊会当。这个心络开通，热力会当散，所以温暖到这个肌肉，讲到这个温暖肌肉，咱之前真是行真夯的有，现在都无啊，什么呀？啊，辣椒膏无，好，较早呢，啊，因为辣椒膏现在政府吼，不是无你做，你要有 GMP 药厂的，才会当出产。你若剩诶吼，用辣椒啦去控控诶，啊，着出咧卖，袂使。哦，即摆政府不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当然啦、啊，伊这险，而且伊会当透筋骨哩，吼、哦。因为安怎讲，伊这内面有一味麝香哩，麝香本来就会串筋骨啦，所以有一寡即个疑难杂症诶，即个病吼，有诶。一寡名医也好，一寡西医也好，医袂好，一结果，
伊个落即个下乡，掺其他个即个药物落去个时啊，吼，落去食好啦，吼，也是讲个时阵呢，落去搅搅，落去搞啊好啦，真正效果会较好。奇怪就是安尼先吼。那么当然啦，拄则咱第一讲个，伊即会当串功夫，就是内面有一个下乡，吼，佮伊有即个险。那个心就是险嘛，所以说呢，会当去这个寒湿啦，吼，也是讲寒凝啦，凝在内底身体、身躯内面的这关节骨质也好，经络也好，那么伊就会当解毒。因为安怎讲，咱中医伫咧讲的，烧就性寒哩，对不对啦？你甲看，咱咧换作讲冰水哩，你若滚水甲落去，是毋是落去就中和啊，都袂遐尼啊冷啊？原因就是伫遮吼。所以咱中医伫咧讲个，寒用热用就对了，寒变热用即个意思，吼啊热变寒用，吼。所以咱拄则伫咧讲个，那么伊会当行去散治。哦，就是这个入乡无药，哦，因为安怎讲，伊心善运通啊，所以会当行去散治，哦，啊，那么散会消症，定听生机。那么这个草，这个《本草纲目》里面伊嘛讲呢，对不对？伊讲那是加这个毒瓜、散寒、毒湿，那么加这个当归，伊会当活血止疼。那是加麝香，伊会当化灰散结，所以讲到这个麝香吼，会当治疗癌瘤啦。因为哪讲，伊麝香根据中医的这个理论，就是讲，这个麝香伊会当带路，伊会当带这个药啊，入去甲筋骨骨旁的，将来未到的一挂这个药也好，麝香就会当入去甲遐。哪个呢？才有法度通治疗一挂无法通治的，包括癌症也好啦，肿瘤也好啦，寒凝伫个筋骨骨骨内面、骨旁的内面，拢有法度有这味麝香，拢会当赶甲伊环保的所在啦，这个意思。哦，所以会当消肿止疼、开经络、透肌骨。肌就是肌肉，骨就是咱这个骨质。当然啦，伫个这个《本草纲目》哦，那么伊嘛讲呢，寒、毒、湿，哦，那么伊这药啊，做伙外用治疗风寒、湿所引起的这个肌肉、关节痛疼、麻木、止疼。真迅速，效果真紧，吼、哦！所以说呢，疗效会使讲，在临床的即个即个医生呢，大家嘛拢学咯，吼、哦！这是有关今日一天一味药，交到换一招，咱就讲到这结束。其他的机会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健康漫谈。再见，拜拜。在空中相会，因为朋友，你的声音可爱。昔日乎我忍不住，为你来心。